Merkoşi.没有挑战成功，看出蓝队6392来挑战，哇哦，6300、6392正在运送能量块，这边的7002也在运送能量块，目前只有红队拿到了所有权，蓝队到目前为止没有拿到跷跷板和天平的所有权都没拿到。好，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蓝队的6990再次挑战跷跷板所有权，看一下这不是挑战成功。哇哦，成功的挑战！看一下我们的蓝队的6376，在6392在放纵，在放纵。好，6392成功了，放置了能量块。这边的6304拿到了，也在挑战，把天平和跷跷板扶平。看一下红队的6990和6304，他们在争夺跷跷板的所有权。哦，还是平。看一下我们的红队的7002在运送能量块，这边蓝队的6392没有动，这边红队的两支队伍7002还有6433我们在运送的能量块，接下来6990再次的挑战跷跷板的所有权。哦，他们在不分上下，这边的蓝队也成功拿到了一个天平的所有权，现在比分是138比83，最后的15秒，最后15秒各队的表现，红队的6433已经回到基地上，哦，6990在成功的爬升，最后的3、2、1，比赛结束。最后的得分是红队胜，红队得分是213分比140分。